错，天气还不错啊。一的话，走路工七路走到底是比较安全的，你走其他的路，我觉得比较危险，因为连接车很多。走到底之后再右转就可以了。吹北风啊 ！Hello， 现在来到一样鹿溪第三支啊，看一下好了，有一个远头的，一个吊机的，又来到鹿溪吊顶了。现在水已经退了三分之一了。还好，风还好，浪也不是很大。以这来说，吹北风钓南面会比较好一些。不过水很湛蓝，小鱼应该很多，应该准备个活虾了。喜欢鹿溪的原因是因为垃圾也比较少了，也许比较外海，所以除非台风过后才会有比较多的漂浮垃圾，别再随意乱丢垃圾啦。各位远头大哥也之前也常看到，再问候一下。干我，今天干一干，出来了。哦，好狗狗，狗大尾，狗大尾，安尼哦，甲顶个钓差不多，对哦，安尼尔，三只尔，有啦吼，还袂歹个狗。是哦，是哦，哦，嘿，安尼鸟，这简单，就只，嘿，是哦。对啊，伊刚才水会搁较找出来啊。搞刚刚个大尾嘞，卡尾，搞卡尾哦，好哦，我不爱啊，我拢来只饲鱼的，你唔知？我看你今天是怎个？嘿嘿，系啊，我拢来饲鱼的，饲几多鱼啊？看啥我
我钓这尾。啊，鸡就钓到脚就到啊！我咧，你好。啊！这边来了哦！在上面洗哦！哦耶！哦，啊啪啪啪的，刚才是哦啊！哦，好笑！哎，小二是为咱这边来了，为咱这边来报喜啊！哦，够多！哦哦哦！对啊！哦，够咸的！吼、哦！嘿啊！哦哦哦！会跳嘞！应该袂游过来这边嘞！嘿啊！哦！吼、哦、吼！又咸啦！真少看到安尼呢，啥物鱼啊？你卖如何如何啊？呵呵，嘿，你敢下水个嘛？无啥会食哦，阿仔。路也较有机会啊！哦，牛蛤蟆，我吃好啊！走呀，牛蛤蟆，吼吼。哎、欸，浪一直过来，哦，我到那边去喽。这里啊，你讲迄哦，哎，真的呢，什么鱼？对啊，看鱼啊！看下啊！
不是作为不是青蛙丁啊。好啦，那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